早餐。我们的早餐是这个吗？早餐。五点半的时候，我们吃的东西是这个吧？早餐加强。哦，看起来好好吃。早上的气息有没有？这里是公馆附近的サークルバーです。OK。好，谢谢。哇。好了。Yes, man. 他们现在是 mix 的东西是Seven Up 跟 Tequila。现在是早上五点半哦。台湾的喝酒的文化 ，Oh my God， 对吧？哦。Yeah, bravo. Put your hands up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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 不用去花街来这，妈逼到早上。台湾的，台湾的早餐。台湾的早餐，自己敲一杯啊！敲一杯，敲一杯，敲一杯！来高，来高！来！继续敲杯的分享，干杯，干杯！早上了。